筹备委员，王木言筹备委员，刘富梅我们的委员，我们非常感谢在这段期间我们所有前议会筹备委员对高雄市政府大力的支持，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华集团我们林董事长，还有我们各单项委员会的主委总干事，包括我们这些优秀的运动教练协助，各个筹办协力单位表演团体，还有今天在场相关职处的所长、代表、学校校长、主任等等。今天我跟孟某副市长，我们李瑞昌秘书长、曾志和秘书长，我们教育局范局长，还有我们体育处黄处长，特别来参与今天晚上我们的庆功晚宴。看到那么多选手，也看到大家在筹办，包括我们前议会的期间，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辛苦。那我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大会圆满，能够完成2014年我们的全国运动会非常艰难的筹办，还有得到全国总冠军，同时缔造3连霸，这种史无前例最好的成绩，高雄人家都非常棒，真的谢谢大家。高雄从2009世界运动会以后，我们再一次证明高雄有能力、有实力举办大型的运动赛事。那当然，每一次成功的赛事后面都是很多人的付出、很多人的努力。那筹备处从去年的8月成立运作到我们赛会的结束，有将近超过5500名的工作人员跟职工的投入，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真的竭尽心力、无私的付出，说不出大家真的很辛苦，我真的很感谢。我们也非常感谢高雄市议会跟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大力的支持参与。那全国单项运动协会跟我们高雄市体育会，还有所属单项委员会、各区的体育会和各个区公所跟市府相关机处，大家都很认真，大家都协助这一次赛事的成功。那筹备处相关的委员，我真的是谢谢大家，我在这里跟各位表达我最高的敬意跟感谢。哦，真的，这一切的荣耀都是归于大家，10000年才能够让高雄市得到史无前例的好成绩，谢谢大家。今年来自全台湾各县市的队职员是8557人，他们共享盛举，其中有6163位的精英选手来角逐368面的金牌桂冠，每位选手都必须突破自我，包括田径、游泳、射击、举重等等这4种竞赛都是破全国跟大会的纪录，真的非常不简单。其中破全国纪录的有19项，30人次，破大会纪录总共有60项，121人次。我们高雄代表队有641名精英选手，这些将士用命，真的勇得74金、77银、37面的铜牌，总计是
市政府也响应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跟我们教育公体艺术发起的运动员生涯规划跟他们转职补助的计划，怎么样子帮助运动员提升语言的能力、技能，还有专长的培育，国外短期的实习，还有转职增才服务等等，来照顾我们奥亚裔优秀的运动员，来协助运动员，如果他不再参与比赛，或者转职进入劳动市场的时候，他们会面临很多挑战跟困境。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协助他，啊，因为运动员生涯规划并不是那么长，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充分的了解到，是政府有责任协助所有专业优秀的运动员，但是因为正式的职缺僧多粥少，同时必须要有公正公开的甄选的机制，国家体制上的教练证是不能规避的资格的门槛。未来我们市政府将朝向编列机会来辅导优秀的选手参与相关培训的课程，我们跟单项委员会来合作，来办理研习，来严厉补助办法，来辅导考取国家的教练证，让优秀的选手能够顺利转型为优质的教练，留在高雄继续栽培后进。目前市政府已经在推动高雄市三联化专案运动教练聘用的实施办法，我们将聘用6至8名专案的运动教练的训练，能够指导高雄的选手，也要协助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希望用具体的行动把人才留到留在高雄，也来协助我们这些专案的运动教练，能够让他们把他们的专长能够训练高雄市有更多优质优秀的选手，我们用这样鼓励更多的选手，能够让他们的生涯的规划能够有更完好美好的一个转型。我也用这样来鼓励所有优秀的选手，我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一次所有参与优秀的选手，也感谢在这个过程之中对我们筹办我们的运动全国运动会大家的辛苦努力。我再次代表市民团队跟大家讲，多难多谢，多谢大家人的辛苦，跟大家讲恭喜，谢谢你们让高雄人充满了骄傲，我高雄人听了以后非常光荣，谢谢。掌声谢谢市长的肯定祝贺，市长请留步。市长给予我们极大的肯定以及勉励，也祝贺。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要最实际的来奖励我们所有在这一次运动赛会里面的非常尽心用力的各位选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104年全国运动会体育奖金，我们邀请代表6936万元。就是我们的举重名将王世旭选手呢，在这次
这个影片，在我们非常的同时有影片的播放。好，为了所有的赛事，我们的黄世旭选手呢非常积极努力的来准备，所以呢也导致他的膝盖的受伤。那么我非常感谢他对所有的赛事的了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开幕典礼的顾问的奖项。那么我们在这边要邀请我们的开幕典礼顾问刘富美女士上台。刘富美老师是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她也是音乐教育家，在这里她是国家表演艺术的董事、爱乐文化基金的董事、音乐教育学会的理事。在这里，我们的刘富美女士以她的专业的音乐艺术，为我们整个大会典礼增色了很多。好，我们接受谢市长回座，谢谢市长爸，以及成功的办理我们这一次的全国运动会。在这边，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举杯？好，为我们自己来庆贺，同时这也是一份非常大的荣耀。我们请市长是不是一起举杯来庆贺？好，各位贵宾、各位运动员，来，我们的杯子举高高的，对，这是一份荣耀。谢谢你们在这次的赛会当中，为我们高雄市争取到非常大的荣耀。就像市长说的，我来表扬。谢谢你们，举杯庆贺，谢谢。市长，旁边李秘书长，还有我们范局长，还有我们在座的筹备委员，在座的长官、贵宾，今天的男主角，还有女主角，还有各位老虎公公的教练，还有领队先生，大家晚安。真的，今天到了这个现场啊，才感受到我们真的高雄市做到了，真的三年半啊，今天呢也可以说美梦成真。